秀秀炫的，今天的主题是讲台语。Yeah! 我们请到了三位来宾，请他们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沙江，我是沙江。Hey! 大家好，我是卡斯，大家好。是东京走桥的伟恩。有两位日本人，那我想问你们两位，会讲台语吗？哎笑。哎、yeah! ，好厉害。一点点，一点嘛。因为伟恩是台湾人嘛。对对对。哎，所以伟恩台语也不错。我台语算不错啦，我算是台南人。哦。对对，小时候跟阿公阿妈讲台语。啊，我喜欢台语。感觉对会。啊，诶，沙讲，诶，你今嘛要想要用台语跟我讲话，好不？对。什么？我感觉沙讲的台语比较好。我不要。你安怎个台语？学台语，学台语，我怎么竟然被日本人教台语？完了，这一集已经变成主持人是这一位，然后他来考炫的台语。我在日本人到了，日本人比我台语好，我好丢脸。不那个好，我这边可能没办法用台语解释了。好，没问题。我学台语的方式比较特殊，对，我是看那个台湾的乡土剧学台语的，就是那个什么以前很红的那个《爱》，大家有看过吗？嗯，还有什么霹雳什么龙卷风什么之类，霹雳火吗？台湾龙卷风，台湾龙卷风对之类的，对。然后我就是看那个，然后学很多有趣的台语，什么哇我跟你讲，你卖个白兰狗。啊，哎、欸，你太奇怪，太妙了。还有这个，我一定要讲一下。哪一个？你这里狐狸精，我今天里面偷回我的公刀。有你开始演乡土剧了，对，欢迎那个台语业配来找我，有这种东西吗？所以你的兴趣是看乡土剧吗？就是因为我可能喜欢学语言，所以就那个台语我也觉得很有趣，而且好像会讲台语可以比较跟台湾人变要好吗？的感觉比较亲近，对，所以就觉得很有趣，就学一下。那一库老师呢？我也是呢，我的代代也是常常看那个台湾的眼睛的那个，然后的连续就有看，所以那个时候学了一点点。啊，你会晓讲台语？会晓啊。哦。啊，不过一点啊，娘娘。好厉害哦！我会晓讲，但是我讲话无迄个开口。哦，已经有了，已经有。我不会晓讲台语，我。会听啊，我很会。嗯，因为我爸妈很会讲，然后阿公甚至他不会讲中文，只会讲台语，可是我都不会讲，所以不该练笨。哼啊，不该练笨啊，我要去学起来。好笑，天哪，好笑！大家都从乡土剧上。哦，那个学还蛮快的，因为他还有中文字幕。对耶。还有喝酒的时候，他们台湾的是常常讲台语。真的，对对对，丢高啊什么，丢高，踢笑了，就是这种着红、发疯的意思。真的假的？所以那个，因为我的印象是南部的人比较会讲，台北的会耶，我真的会耶，会。嗯，其实台北应该说北部、中部、南部各个地区的台语用都有自己的不同的用词跟腔，都有。那我计程车司机也很常用台语。就是一种，我觉得草根性比较强，就是你用台语跟人家对话，你就会觉得啊，我们好像比较关联比较强，好像有这种感觉，亲切感，就跟方言也有点像吧，好像是很常做方言的那种，对，很像讲台语的时候比较有，对，但是我跟一个老师刚好都是东京人，都没有什么方言可言，我讲的，我们都没有方言，东京人讲话很冷，没有味道的口腔。我跟伟恩就想了几个台语要考他们，好，好玩好玩。那我第一个真的是非常的基础的，就是它也是算是一个 net 用过，就是网络也常台语吗？对，还有东西有啊有啊，真的很常。第一个问题就是丹丹，汤啊啊，不行不行，意思这太简单，这太简单了，这汤哦。这已经变成了一个网络用语，对啊，不是台语的人也知道。啊，对耶，汤阿内姆汤，这都小 case。那韦恩有什么要考的？考他们一个那个生活上的用品，对，肥皂。哎，灰皂，灰皂，哎，等一下，我怎么觉得好像
徽州，徽州，我感觉在考我。徽州，徽州，徽州，徽州是徽州吗？徽州啦，徽是什么？好，肥皂的台语是 sub 啊啊，有听过啊 ？sub 啊 ，sub 完全不会用到哎。好，换我换我好好大家好，因为这个台语呢是就是我知道，可是我跟台湾人讲之后，有些台湾人不晓得，所以很好奇想问大家，西石瓦台是什么东西？知道什么树？我知道是什么树？你觉得是树？西石瓦，西石瓦。那是什么蟋蟀吗？跟那个芒果有关系？蟀呀、啊？那个虫有关系吗？蟀呀、啊、吧。好，跟吃的有关系。是什么？吃的有关系。哦，所以我也知道。我知道。可能就是那个有一些植物，然后要用吸的。就是根本中文发音好烂哦、喔。蟋蟀。不知道哎、欸。知道。是什么？哦，那就是据我所知的，就是零食零嘴的意思，对吧？没错，零食零嘴，它也叫蟋蟀。对对对对对，蟋蟀。然后我很意外的，很多台湾人不晓得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对你这个是比较高级的哦，真的哦耶。进阶的台，所以造句就是说，我想要吃蟋蟀。蟋蟀。我要吃瓜蟋蟀。吃瓜哦。一些吃瓜，吃瓜蟋蟀，瓜好可爱哦，瓜瓜。完全不知道哎。我突然觉得我台语好好。对。应该是里面最好的，跟我们比。那我再考你们一个台语老师，沙发的台语。沙发是吗？这是台湾国语。对啊，台湾不要歧视有台湾国语的人。不是我没有，我刚刚是直觉性的，不小心变台湾国语。就是把阿妈的国语拿来讲。沙花。没错，哎，沙花不？哎，不是沙花哦。不是。说不是吗？我只是想到日文。哎，なんだろう。说花，说花。就是椅子的台语怎么讲啊？椅子的台语是一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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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实你这个推断的方向是对，因为跟椅子有关，对对对，有关。什么？沙沙花啊呀沙呀，沙啊，好烂哦，沙啊，我真的觉得跟沙讲应该对调。沙讲台语比我好，超好的。是什么什么啊的吗？正确解答，沙发的台语叫碰椅。蓬松的椅子，有听过，碰碰的椅子，有碰椅啊，对耶，好强，为什么你都知道？啊，我就是台南，反问台湾人，我阿公阿妈是台南人，所以在家都会讲说一阵碰椅。因为我小时候是阿公阿妈带的一阵子，所以我台语算是蛮还不错。那台南人在家里也会讲台语吗？跟家人的对话？我跟阿公阿妈住的时候都是听他们讲的，因为他们其实算不会讲。啊，对，所以我台语蛮溜。No， 厉害。天哪，我真的要回去好好学一下台语。然后我觉得之前就是我在日本工作的时候啊，我有碰到一个声优，然后你知道他跟我讲什么吗？他跟我讲，空天灵，这个是什么？那个广告对不对？好像听过，这个是空天灵，什么东西啊？是纱布吗？还是什么吗？对，就是还是什么？感冒药，感冒药，对，超好笑的。对，有听过哎，超好笑。哎，我觉得刷机猴刷标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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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刷机猴刷标 ，Uro 安啊，对，有有有。空白空空也是空白空空，什么空空空吗？空空空，空白空空啊，就是每次都会有那个什么金色的美女、金人、美女啊、金人、小金人、马桶人啊，之前就是超红的穴位的那个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那个广告现在还看得到吗？有有有，而且他好像改名，他直接叫空白空空医师，哎，医院空白空空医院。我觉得超好笑，好笑！完了，做完这一集就发现沙讲台语不好，厉害，真正的台湾人，真的吧？假台湾，假台湾人，完了完了，这超好，好吧？我也要就是多看乡土剧，研究一下，不行，这样真的不行。我们下次再一起 PK 台语，好，我一定不会输，加油！好好好，那谢谢大家，有什么要讲的吗？有什么要阿碧如？欸，记得订阅，好，记得订阅他们的频道 ，EQ 老师，还有东京者的小还有三江，都是有可能，要让大家什么留言？日本人的个性是，请大家来写。
哦，哎，台语来写好难哦，厉害，好难哦，不厉害，太有趣了。对，请用台语来写日本人的个性或者是什么。啊，还有我也想知道喝什么高阶台语，请告诉我。好哎，好有趣，因为就是台语跟日文真的很像，对，很多很像的。好，知道。那我最后考大家一个台语，然后请在下就是留言，我知道正确的解答。请问长颈鹿的台语怎么说呢？哎，不是，我刚刚这我知道，这我终于知道。大家留言了，好厉害哦！留言留言。长颈鹿，我知道答案。有台语哦。真的吗？哎，好惊讶哦！知道了吗？哎，超惊讶，超惊讶！哦，这个有趣。对，好的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！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